典传唱人快乐罗杰斯，我是经典传唱人小蜜蜂罗杰斯，我们把声律启蒙唱给您听。传唱人，两个小姑娘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快乐罗杰斯，我今年15岁了。我的名字是小蜜蜂罗杰斯，今年10岁了。我们俩都是美国人。哇，你们中文是怎么学的这么好？我们从小就开始学了，真的是如果可以功夫生，那铁杵肯定会磨成针，因为日积月累嘛，所以每天就一直在听说读写，到今天就是这个水平了。姐姐有一个成语是吧？开卷有益。开卷有益，每天要开卷有益。除了对话之外，古诗词学吗？当然学呀，我会《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好，谢谢。
你们俩有没有比如说我不知道的事？有，给你们大家个挑战。好，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你们觉得是什么诗？观众有知道的吗？哎，有一个小伙子知道。风。对了，是叫什么？风，风。我再考他们一个。小龙女来到杨过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动情地说：“啊，我也想过过过过过过的生活。”过过，我也想过过过。我也想过过过过过过的生活。这个比刚才那个难度高一点。我猜啊。你猜。我也想过，就是也想生活杨过以前生活的生活。好厉害！他完全用汉语，他完全对，在用汉语思维，他不是翻译过来的。对对，他不是翻译过来的。我感觉现在你俩的中文比英语好。要看是说什么。不要看是跟谁说。对，老实说，你们有没有恶作剧过？爸爸妈妈能听懂爸爸妈妈，所以他们知道，如果我们说爸爸妈妈，就是在讲他们。哦。所以我们说爹和娘。爸爸妈妈都目前没有发现过吗？没有，没有。哎，刚才我听你们俩说，爸爸妈妈今天来了。对，他们就在这里。掌声有请。Welcome to today.Father and mother. Wow. 给大家介绍一下孩子们的父亲。我刚才一拿到这个资料，把我吓一跳。哦、oh? ，孩子们的父亲名叫 Jim 罗杰斯，他是国际投资家和金融学家，华尔街风云人物，量子基金联合创始人，在国际金融领域和索罗斯、巴菲特是齐名的。哇、哦！You're a big guy. I introduce you to the audience. 不要，不要，不要。Very small.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中国？为什么会想到让女儿学习中文？I first came to China in 1984. I could see that China was going to be the next great country in the world, and that Chinese is the key to the future. There's been change in the past 30 years. 他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是1984年，他发现短短的30年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令人惊讶的国家，所以他觉得学习中文是未来的钥匙，所以让我们俩学习中文。今天啊，其实爸爸妈妈说来到这里，正好赶上中国的传统节日过年。对，所以一家人也想用中国的方式和我们所有的人一起来庆祝这个春节。妹妹拿笔啊，估计是和拿筷子记混了，感觉好像是在拿筷子。你这样子会让他们分神，好不好？但他这个万字，待会你们看，这一撇，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收的笔，能收的下面是平的，两个人字体完全不一样，范儿是足了。不要不要，不可以不可以。Right here, yeah. Where I? No, no, no. No, where no. I already have the mark there. Tip. Yep. Smash. Well, good enough. Okay, mommy, 来。爸爸差点把笔弄断了。女儿说：“往下摁。”
Where do I start? Hey, 妈妈写得好，妈妈这笔写得漂亮。Beautiful. 我来给你们写一个横批啊。他写得很好呀。Wow. Yeah.来，我们全家举起这个对联。哇、哦！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大吉大利，很棒哎！哇，很好。今天这个场景啊，让我非常的感慨。两位美国的小朋友把中国古典的诗词和文化当作激励他们生活学习的很重要的精神动力。我真实地感觉到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古典诗词不仅浸润着我们国人的心田，也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真的为中国文化感到骄傲，也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充满着无比的信心。